看一个莲花，一位同修的13946。在啊，莲花的颜色是什么颜色？粉红色的，是一个女的，是不是啦？哎，对。啊，粉红色的呀。她修行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？患得患失呀，一会儿比较努力，一会儿又不努力，他是师傅看一下，他好了好了，不看了。不是师傅，他想看一下他的颜色是什么颜色，图腾颜色，1979年属羊的，天生色的，天生色的，好的，不要穿白的，好了好了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再见。